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642页，倒数第三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这个是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神通啊，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此地讲的一个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一切世界，那是无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啊，无量无数学佛的同学，别说是初学，就是老修也会有问题，这怎么可能？那么这个经上所说的决定不是妄语，并不是说佛，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也就是说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一直到等觉菩萨，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都有这样的神通啊，我们无法想象，我们也不敢想象啊。那么最有福报的人，最有善根的人，对经上这些话两信啊，唯独两信，我们才得到经中的利益。那么这一句经文下面，念老啊用华严经，身显华严，光霞自在，一多相融，世事无碍，不可思议境界。
这是华上华严经上所写的啊。又维摩经一贤掌中持世界之不可思议功德所说的，跟华严经的没有两样啊。经云维摩集经里头所说的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不可思议，就无法想象，也无法称说。啊，那么这些都是大菩萨，啊，都证得法身。般若解脱不是普通菩萨，极乐世界即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48愿第20愿告诉我们皆作阿惟月智菩萨，阿惟月智菩萨就是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是断去3000大千世界，啊，把3000。不是普通的世界，是举的例子3000大千世界，一尊佛的教化区，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是3000大千世界。3000的意思我们要搞懂，啊，他从一个单位世界，单位世界是什么？现在佛门大德像黄念老这样的人，他们学科学，啊，用科学家的说法，佛经上的单位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日月是围绕须弥山当中而转的，日月啊，那我们是太阳的一颗行星，围绕着太阳系，太阳系绕须弥山系，那须弥山是什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太阳系绕着一个大的星系在转，这个大星系叫银河系，啊，那么银河系的中心点就是佛经上所说的须弥山，啊，银河的中心点听说是个黑洞，有很大吸引力，光都被它吸进去，啊，都不能存在。那么我们就知道，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啊，像这样的银河系，1000个银河系组成一个更的大千系，这个大千系里头有1000个银河系，现在我们没看见，肯定有，啊，佛经上告诉我
那叫小千世界。再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一个星期，就叫一个中千世界。再以中千世界为单位，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更大的星系，就叫大千世界。啊，所以大千世界实际是一个，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为什么称三千？它有小千、中千、大千，啊，这样称为它三千，啊，就是一千个大千世界。这一千个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太大了。像这样的大千世界在太空当中不计其数啊，真的是无量无边的。你晓得太空多大？太空是什么？太空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真心。啊，宇宙当中万事万物从哪来的？星系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慧能大师的报告最简单最扼要，他显现了，他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句话很重要，太重要了。宇宙从哪里来的？万法从哪里来的？万法就是宇宙啊，是无量无边的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啊，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自信所生的，自信所现的，自信是能生能现，宇宙万法是所生所现，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啊！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他怎么会说出这个话？他要没有见到，他怎么会想得出来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话呢？是真话，说明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那么我们再想想庄子这个人，他是个什么人？要在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庄子是佛，老子是佛，用佛家的名词来说，他们是佛，诸佛如来，在中国演化，中国人喜欢圣人，喜欢贤人，应以圣贤身而得度者，即现圣贤身而为说法。能不能讲得通？讲得通啊，是大乘经上说的啊。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全世界
每一个族群的圣贤，每一个宗教的创始人，追随创始人那一批的贤人君子，全是菩萨，全都是佛陀。宗教创始人是佛陀，追随佛陀的那些弟子们都是菩萨，都是阿罗汉，真的是一不是二啊！啊，如果我们有这种认知，这叫什么？这叫看破，把真相啊完全搞清楚了，真相搞清楚了，关系搞清楚了，不仅是一家人呢，一体。我爱不爱眼睛？爱。没有眼睛我就不能看。我爱不爱耳朵？爱。没耳朵不能听。我爱不爱鼻子？爱。没有鼻子就不能闻。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就像我们身体里头的一个器官，一个细胞，不是外头来的。然后你就晓得，诸佛菩萨在中国这些圣贤君子，他们的爱心啊，都是把天地万物看作自己身上的一个器官，自己身上的这个细胞，是一体的爱啊，一体没有条件的。那父子之爱啊，还是不是一体啊，还两个身体啊。佛法你学通了，恍然大悟，是一体，不是二体。菩提心就是爱心，大菩提心就是大爱之心，这个大菩提心才能生得起来。大菩提生起来，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无缘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是妄心的，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真心是一体。妄心有分别，有执着。啊，世间人的教学是用妄心，佛菩萨，包括中国古圣先贤，是用真心，不一样啊。这种认知，对传统文化的不认知，是从根本上认知。他真的认识了，真的清楚了，啊，所以真的能够舍己为人，啊，像父母对子女的爱，为子女能够好好的活下去。舍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真爱啊！那么现在这个世界，人都迷惑了，迷在物质假象上，迷在妄想分别假心上，妄心啊，真心不知道，实相不知道，啊，实相是外面真实的样子，不知道，自己跟自己斗争，自己跟自己残杀，佛眼睛看到，太可怜了。
称之为可怜悯者。啊，那么这是说他这些菩萨们，化身菩萨、解脱菩萨就是化身菩萨，断去三千大千世界。啊，他抓一个三千难，就是一尊佛的国土啊，放在手里头。啊，把它捏成一团，丢来丢去，游戏呀，像打球一样啊，在抛球啊。啊，再激烈的运动，这星球上里面住的人啊，完全不知道，没觉察到啊，是其中众生呢，不觉不知，即知所往。啊，然后他球借过来了，再还到老地方，都不知道有人在动了的，不知道啊，太大了，啊，地球太，不要说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咱们一个地球，人家把去到远方，再放回来，可能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比喻，是比喻说明，化身菩萨，神通广大。啊，菩萨。把星球，把大星系，不是小星球，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捏在一团丢来丢去，这里的众生不知道啊，啊，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记住，一佛土众生，一佛土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放在右掌，飞到十方，遍视一切，而不动本处。啊，他把这一佛同一佛土的是众生，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放在右掌里头，啊。飞到十方表演啊，便是一切而不动本处。我们今天看这一段经文应该有很深的体会，没怀疑。为什么？我讲过很多，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大讲堂宝座上坐在那里没动啊，讲经没中断啊，多少人在那里听经闻法，听众也没动啊，讲也没有休息啊，极乐世界人不要吃饭啊，不需要休息啊，精神饱满，他也不需要睡觉啊，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一片光明，所以他动了没有？他没动啊，但是他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的神通，都能够化无量身，分了无量身到十方国土里面去实现啊，去供佛，去闻法，佛慧双修啊！啊，极乐世界那里，他没动，跟这意思一样的。啊，菩萨不动本处，啊，手上拿着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佛土的念众生啊，放在右手，飞到十方便是自己在里面动极乐大众
极乐世界往生的人，不管你什么时候去的，极乐世界成立不久，才十劫，你是这十劫第一劫的时候你就去了。我们现在往生是第十劫时候去了。极乐大众啊，悉具如是不可思议威神功德，威力自在啊。神智洞达，啊，通通都具足，像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威神功德，圣贤圣中庄严，啊。先是我们极乐世界居住的大众，他们在那边学习，在那边居住，啊，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庄严到基础啊，庄严是美好。无法形容，无法想象啊！这个地方我们能不去吗？你能够贪恋这个地球，不想到极乐世界去吗？错了，又何况现在的地球社会动乱，地球本身啊，大大小小的灾难不知道有多少，啊，这是我们亲身遭遇到的啊，体会非常深刻。今天看到极乐世界，不敢想象，天下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可是这个话佛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决定不错。啊，所以身心身中庄严，主办功德均不可思议。主阿弥陀佛，前面所说的；办是现在所说的。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举一个例子：别利目犍连尊者。啊，经文上说，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如来身边弟子很多啊，论神通目犍第一啊，实在说呢，每个人的神通都跟目犍一样，但是佛说法了，有时候举例，举例就要有一个做代表啊，目犍代表神通，舍利弗代表智慧，实际上两个人智慧神通都一样，这个要懂得啊，哪个做代表啊，特别让他代表神通第一，其实个个都第一，没有第二。
那为什么个个都第一？个个都证得圆满的心得，智慧神通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没有两样。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怎么会两样？又说得更清楚，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诸佛如来的智慧德相。智慧德包括神通在里头，包括这六种神通在里面，没有一样欠缺，跟阿弥陀佛平等的，跟一切诸佛平等的。现在有这么大的差距，是我们迷了自信。我们所用的全是阿赖耶，自信上一丝毫也没动的，不会用真心，只会用妄心。妄心就是分别执着、起心动念，这是妄心。那么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净宗之妙，让我们先到极乐世界去深造，到极乐世界毕业就圆满了。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无与伦比的智慧神通成就的，帮助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回下迷惑深重的众生，诸佛没有办法教他，通通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个道场可以成就他。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可以得到释迦牟尼佛的保送，阿弥陀佛在那边迎接，真正不可思议，应该信愿持名，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一生就可以证得究竟圆满。那么读取无间里也只举一个例子作比喻。无间里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现在讲星球，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星球？科学家没办法，数不出。而目犍连尊者的神通呢，于一昼夜24个小时，他完全数清楚了。目犍连有这个本事，念老的注解又数取，独表目犍功德，举以为喻，
啊，举个比喻，知心修素，见汉武两种译本。汉译书摩诃摩舍利，飞行四天下，一日一夜，遍数心只有几昧也。啊，他24个小时，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心修？这里头有恒心，有行心，有畏心，他通通都搞清楚，通通都明白了。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列贤速度，假使十方众生习成圆觉。啊，这假设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通通都成圆觉，圆觉比阿罗汉还高一等，摩建连是阿罗汉啊，比他还高一等，不在他之下啊。一夜圆觉呢，寿万亿岁，寿命长啊。神通呢，皆如大摩犍连啊，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分。这样的人，这个彼佛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会中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人天中，有声闻中，有菩萨中，只举一个声闻。晓得极乐世界有多少？没有人能知道。那纵然是像这像目犍连，像神通跟目犍连相平等的这一些神众啊，还不是一个人共同来推算，不知道极乐世界人口有多少啊？不知道啊。啊，又何况极乐世界每天有无数的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有中断呢，一批一批的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分身，一个一个去接引。啊，这是佛的本愿。佛要不去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一定要得佛接引。啊，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譬如大海。深广无边的啊，据大海，地球上，印度也是三面临海。啊，什么最大？海最大。
古今中外，大家都知熟知的，海最大，海深，太深了。啊，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啊，探测海的深，都没有底，都没有办法探到底。啊，现在科学仪器有办法探到海底，啊，海的深度广，海广大。啊，以前海里面行走的帆船，完全靠风力。啊，航海是很大的冒险。海深广无边呐，说摄取一毛，啊，毛是身上的汗毛，我们拔一根汗毛，细微百分，把这一分汗毛，竖的劈，劈开，劈多少条了？劈100条，那就很细了。碎如微尘，再把它切碎，切碎就变成微尘。啊，一毛尘，用这一毛尘，这毛尘大概我们肉眼看不到了，很好的眼睛可以看到，一毛尘。啊，到海里头去沾一滴水。啊，这一毛尘沾一滴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这两个来比较一下，哪个多？念脑的注解怎么念一遍？一毛引起微小也，更分为百分，则更小也；如微尘，则极小也。啊，这个极小的这个微尘，沾一滴水，跟大海相比，哪个水多？下面用这个比喻的解释，佛教的阿难说：“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前面相聚的，声闻，极乐世界声闻，就取这一种声闻，无数啊，神通都像目犍连一样。啊，这些人共同在一起所知道的，就像毛尘水。啊，不知道的呢，像大海水。注解是：以此毛尘所沾得之水，与所知之数。其他的不知的呢，像大海水，一遇彼土深重，其数无量。这个话说得好啊，让我们有个概念。啊，直举极乐世界小乘往生的这些人，大乘菩萨没说。人天大众没说，啊，只举小乘这个范围，让我们有个概念：极乐世界的众生，往生去的人，无量无边，无尽无数，谁能知道？没人能知道。啊，可以说，除了佛之外。啊，是等觉菩萨都不知道，
现实，阿弥陀佛本愿为神，修集的功德不可思议。那这个注解里说，一遇彼土甚重，其数无量啊！那后面这一段接着办同住，这一课非常重要啊！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一个都没漏啊！我们去往生极乐世界，是人道去往生，我们没有证果，是六道里的人道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受量一耳，我们的受量。跟佛的受量是平等的，那彼佛受量即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计算比喻之所能知，你没有办法计算，你也没有办法比喻啊！佛的比喻是非常善巧，善巧了。用一根汗毛劈成一百条，再把它横切切碎成为微尘，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啊！佛很善于形容啊，用这个毛尘沾一滴水，这一滴水的多少跟大海相比，那怎么能比啊？这个比喻佛的智慧，佛的德能，佛的神通如大海水啊，众生所知道的连毛尘水都不如啊，这个要知道啊，了解事实真相，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你要不去就大错了。为什么这个法门不是轻易可以遇到的啊？纵然遇到，他迷情太重，他不能接受，他不肯相信啊。还有更重，他遇到佛法了，他学佛了，他出家了，出家怎么样？不相信这个法门，不肯念佛求往生。那他在这出家了，他能成就？不能成就。在现在可以说，他有能力成就他的名闻利养。智慧神通道理，他一分一毫都不能成就啊！他能成就事知变聪，不能成就真实智慧，不可不知啊！
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神通智慧，只要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你看条件就这么简单啊！你有丝毫怀疑都不行，那这个真心丝毫怀疑都没有怎么办？多经就念无量寿经，把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不求解疑啊，然后再将黄念老的注解啊看个一百遍，你通了。读一千遍之后，注解看一百遍，两千遍念完之后，也将注解看一百遍，三千部读完之后，再将注解看一百遍，你的心愿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谈功夫，不谈功夫啊！功夫是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也不谈的，那个不重要。信愿具足，一句佛号就能往生了。第十八愿，十年必生。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念老的注解，末段借后主办教主寿命无量，过中一切大众一切如佛寿命无量，弥陀大恩大德微妙难思，待后往生者一等彼岸便无退转。这个地方要解释的就是不退转，不退转是三种不退转：位不退，等于阿罗汉；行不退，等于菩萨；念不退，等于法身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三不退。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有没有四品、四土、三辈、九品？有。确实有，但是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极乐世界是平等法界，所有一切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就享受最高待遇，阿惟越致的待遇。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待遇，十方世界没有啊，变法界、虚空界只这一家了，这个要知道。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说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是随便赞的。
啊，所以这个注子里头说，待何往生，待业往生。我们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一等彼土，便无退转，就做阿惟耶之菩萨了。又佛寿命无量，故于彼土，皆可于一生之中，补佛位而证即果。这一段要记住，很重要。我们这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可以补佛位，补佛位是等觉菩萨啊，证到等觉菩萨，证即果是圆满妙觉菩萨啊，妙觉佛陀了，如来了，妙觉成如来了，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经中也称为无上菩提，没有比他更高的，他到达究竟圆满。所以幕后这几句，老居士劝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此途既多退远，这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念佛功夫不能精进？退远太多了，妄念多，杂乱的事情多，人事环境更多，都叫你起心动念，都叫你胡思乱想，你得不到安静，你得不到自在，不是昏沉就是掉去啊。又一寿命不过百年，寿命不长啊，不过百年走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同参道友当中，这一年当中就走了好多个活，故末法中亿万人修啊，修道啊，含义得到啊，末法之中修行的人多很多，得到的人很稀罕，一个也找不到啊。有往生论机遇，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主持。这是往生论对阿弥陀佛的赞叹。佛寿无量，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人民皆同不出菩萨，故云善主持也。阿弥陀佛在教学，我们常常说，常常提起加强记忆，可别忘记往生极乐世界
花开见佛啊，到极乐世界，莲花在七宝之中，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大讲堂当中，在座位上端坐，在那里讲经教学，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一样都不缺。你想听什么经，你听到了就是想听的那部经。不可思议。啊，这部经听完了，我再想听一部经。佛永远在讲。啊，经有多少？无量无边。为什么？经是信德，信德无量无边，自心里都流出来的。啊，圆满的信德，永远修不完的。啊，这是在佛殿里头，所以我们能理体会到佛殿里头座位上有名字，就像莲花一样，往生莲花上有名字，讲堂座位上有名字，你到你的座位上坐稳，听经闻法。什么时候证到妙觉果位，你就礼佛三拜，就退出讲堂了。哎，所以我们凡夫入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不成佛是不肯离开讲堂。为什么？法喜充满了。啊，听讲经是无比的快乐啊！啊，孔子也有这句话形容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悦”就是喜悦，啊，是从学习当中得到的喜悦。啊，这个喜悦是没有止境。这个喜悦就是滋养法身啊，滋养报身，报身不需要饮食啊，没有得到究竟圆满的果觉，你决定不肯离开讲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要在极乐世界看到这样，我们会离开吗？不会啊。我还没有毕业，我怎么可以离开啊？这一定要毕业才离开。啊，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这一句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之人民皆同不处菩萨，故曰善住持也。世间再好的老师都做不到。阿弥陀佛帮助我们真的不处，不处是等觉菩萨，又机缘如来净化众，正觉
化化身，执彼佛会中，介于弥陀国土清净莲华众生啊，如来净化中，通通都是莲池海会莲华化身啊。佛把你戒引到七宝池中啊，在七宝池中完成了转识成智，这是佛力加持的，不是自己功夫。转过来之后，花就开了啊，花开见佛，你就进入讲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直到得真的等觉，不是真的等觉，你不会离开。啊，所以介于弥陀国土清净莲华众生，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莲花当中生身，发性身啊，大讲堂里面生智慧啊，智慧是佛清净海中生智慧佛的清净海就是圆满的发生啊，发生没有痕迹，一片光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如如不动，从来没动过啊。它起作用，能现法界，慧能大师说：“能生万法，啊，法身就是自性，自性本具智慧，自性本具的德能相好，他不闲的时候。”不能说他灭，他闲的时候不能说他生，所以法身不生不灭，报身不生不灭。那么在极乐世界，方便图见到的同居图见到的是应化身，应化身的身相跟报身相同，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一即皆从弥陀自心中生也。这个自心就是自信，阿弥陀佛的自信，阿弥陀佛的真心。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寿命一切无量，那一生不出，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恭
就啊，是自性本具功德的成就。只要我们自己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就现前。那么换句话说，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无非就是把我们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无明彻底放下，彻底放下就成佛了啊！把那个很粗很明显的放下，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还有微细的烦恼习气，放下就成佛了。底下这个大段，十四品到十七品，这个四品就是四段就是四品，这四品重写依报庄严，前面是六书，这个四品的经文长细数。啊，说什么？极乐世界的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的环境。啊，我们先看第一段，宝树变故第十四。念老在前面有一段简单介绍，本品重现极乐国土依宝庄严啊，七宝行树周边七谷，此诸宝树啊，或一宝多成，或多宝工作，树皆整齐庄严，光色树苗随风作用，音调和雅，此即第四十四十八愿的第四十愿，无量色树愿的成就啊。设法界的众生都喜欢树木花草啊，地球上的人不管是哪个族群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没有不喜欢花草树木啊，所以花草树木一切有情众生都喜爱啊。我们再看下文，这个树的枝分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纯一报成啊，请看经文，彼如来故多住宝树，或纯经书啊，纯经只有一种，或者是纯白银书，银书啊，下面也是纯琉璃书，纯水晶书，
后背书、眉日书、玛瑙书。啊，这是用我们这个世间七宝做比喻。我们看见了的注解，水晶与下面的水晶意思相同。啊，古时候没有玻璃，啊，那么古时候这个玻璃，佛经上所说的就是现在的水晶，啊，这是自然生成的。那水晶有紫色的，有白色的，有红色的，有碧色的，四色。啊，琉璃是梵语，华严青色宝，此宝青色，一切众宝皆不能坏，体非常坚固，啊，色非常明显，世间稀有，故名为宝。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翡翠。翡翠是绿色的玉，啊，它的硬度大概跟钻石差不多，非常坚硬，绿色透明的，啊，称之为宝。啊，是这宝青色，一切宝不能坏，它的坚硬、体坚、色硬，啊，故名为宝。琥珀、玛瑙，这都是世间的珍宝。啊，那么这个树啊，它有一宝所成，不杂于宝。啊，纯净树。从根本啊，枝叶花果全是纯金啊，全是黄金，这就是金属啊。另外银属白银，从根到枝叶，啊，也是纯一，不杂，不杂于宝，啊，纯琉璃树，纯水晶树，纯琥珀，纯美玉，纯玛瑙，唯一宝尘，不杂于宝，啊，这是一种，啊，另外呢。一类是多宝工程，啊，这个世界好啊，世界清净，没有染污，叫一尘不染。是后有呢，二宝、三宝。两种宝成就，三种宝成就一棵树。啊，树根是金，树干是银，啊，树枝或是琉璃，啊，花果或是美玉、玛瑙，啊，不定。他宝化作，啊，根、茎、干、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
总之七宝注解里的时候，都是借我们这个世界勉强做比喻啊，实实在在来说，极乐世界一切万物悉皆微妙其理，超于十方啊，其真是此着实之俗乎也。我们没办法比，只好用这个来比方，让大家有个概念。极乐世界的环境，树木花草美不胜收，啊，底下一段别名，我们看经文，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这个身就是本，我们要讲本，主干。啊，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华，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啊，真的是美不胜收。注解引用往生论说的，这次宝树显国土庄严中种种四功德成就。往生论上讲依报有十七种成就，这十七种成就里头的一种，就是国土庄严当中种种四功德成就。啊，介绍这桩事，论云，下面是论文，啊，备注珍宝行。居足妙庄严，啊，这是经文。树是珍宝所成，所以说备注珍宝行。啊，这前书啊，他的深意底下讲深言之。盖显弥陀之心的，为什么一切妙宝都是弥陀心的所本具，夜夜宝中具备一切珍宝之妙德，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记住华严法华本经大乘无量寿佛是多次的告诉我们，一切法有心相生，啊，皆以心先识变，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极乐世界的树也是随着我们念头变化，我想看经树，哎，这树木全是金的；我想看银树，这树都是银的。
千变万化。啊，你喜欢什么样子，你就看什么样子。欢喜啊！啊，不想看的时候就没有了。啊，极乐世界生活，我想要一个宫殿，宫殿就在眼前，住的地方。我离开了，不想要了，宫殿就没有了，不必要收拾。想吃饭呢，饭菜都在桌上，不想吃了，干干净净全没有了。那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居住的环境，外面树木花草，饱吃得水，没有一样不称人的意思。吃饱吃的水，我想暖一点，哎，它就暖一点；我想凉一点，它就凉一点。能随每个人的意思。啊，所以那个水很奇妙。啊，量温度不去量水，量身体。每个人身体温度不一样，每个人在水里有感觉的时候，温度不相同，就妙极了。《华严经》上讲的，心现识变，身是自现。自心所现，所现啊，为识所变。自心所现的四土里头，十宝庄严土，完全是自心所现啊。极乐世界讲的是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十宝庄严土全有啊，为识所变的是方便有余土，凡身同居土，也就是讲十法界跟六道啊，十法界是净土，诸佛如来的净土；六道是诸佛如来的秽土。这种净慧全是阿赖耶相分变现出来的啊，身现加上识变啊，没有识变那就是十宝图，随心所欲，美不胜收啊。啊，我们再看啊，树是妙宝所成，世界被诸珍宝性质潜移，深言之呢，盖显弥陀之性德，一切妙宝皆弥陀性德所本具，夜夜宝中备具一切珍宝之妙德，具足妙庄严。前言之是底下经文所说的容色光耀，于出无音声等矣。深言之则夜夜报数，皆是圆明具德。这一句话重要，一夜报数都是圆，是圆满，明是光明啊，光明是表智慧啊，后头这个德字是表德能，神通妙用全是德
啊，也就是华严上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原名是智慧，具德是德相。啊，这些都是自性本有的。阿弥陀佛，无明烦恼，烦恼是说无明的习气，无明包括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完全没有了，所以圆明具德现前，啊，才有这样的美好。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住一段时期，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六道凡夫，不但有无明烦恼，还有尘沙烦恼，还有见思烦恼，啊，烦恼统统有习气，带着烦恼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讲堂里头，为什么不离开讲堂？阿弥陀佛讲经说法，能帮助我们永远摆脱烦恼习气。啊，一直到烦恼习气净了，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出去？愿意出去，你住十八土；不愿意出去，还在讲堂里头，如如不动。为什么？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再出去。那一出去什么？什么地方？那一出去是极乐世界最高的、最妙的长极光净土，不是十八土，圆满回归长极光。啊，极乐世界最妙，妙在哪里呢？一即是四，四即是一，任何一土都圆满具足其余的三土。你说长极光土，长极光土里面有十八土，有方便土，有同居土，通通居住你都能见到。啊，我们往生到同居土，在同居土里面能够看得到方便土、十八土、极光土，都看到，没有障碍了。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啊，他这个世界妙极了。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过字一行，啊，书成行，过字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啊！那个美景看不完了，啊，看到都生智慧，
看到都长德行啊，看到都帮助你断烦恼，真菩提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六根阿弥陀佛，六根都说法，我们在极乐世界六根都闻法啊，不是眼看开悟，耳听也开悟，鼻闻香也开悟，舌尝味也开悟啊，身体跟这些妙术啊接触也会开悟。这个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全是烦恼，极乐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全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成就，你这还得了吗？我们再看念老这一段解释，前段表树之枝啊，七宝所成的，众宝所成的啊，它不是木本的，不是草本的，它的本是宝啊。啊，这个不可思议。右面这几句呢，是表树成行，也就是树木花草井然有序啊，整齐排列有秩序啊，一行一行居立都相等啊，让你看到的是整齐庄严啊，一点都不乱，光色明耀明丽也啊，明是放光，非常美丽。正是往生论中所说的庄严地成就。往生论里的记子是杂树异光色，极乐国土地平如掌。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土地高低不平啊，有大山有河流，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高山。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心平等的，就像这个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就。极乐世界的大地没有染污，永远清净啊！极乐世界所有的物质是平的啊，特别是地平如掌，啊，为什么？心平则地平啊，因为一切法同心相生，到极乐世界心都平，每个人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心地清净平等就。所以它是什么心？清净平等觉。
阿弥陀佛清净平等觉，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他没有高山。啊，没有江河，没有大海，没这些东西。杂色报数，遍满七苦。啊，像这些宝树非常之美。全是性德变现出来的。啊，变现之美我们无法想象。啊，上福宝我，下施宝蓝，界表地的庄严，树的上面有宝网，罗网是一种装饰品啊，古时候宫殿里头有啊，树的下面呢有栏杆啊，等于说有步行散步的道，这都是装饰啊。都是表地庄严。啊，各自一行。这段所说的。表种种不同的宝树，个个一类成行。啊，黄金树，这一片都是黄金树。那边白银树，那一片都是白银树。啊，排列的整整齐齐。啊，好像都是艺术家在那里给你布置。行行相知，定善意，往生的你的所说定善意，比古灵树虽多，行行正直而无杂乱也。啊，极乐世界森林树木很多啊，行行正直，真是正气啊，直是说这树之美，直立没有东倒西歪，没有杂乱的啊，实者将化石相当，会俗语实为果实，不差其处，恰在其位，故云相当啊，果实所生的那个位置非常恰当，你给它改变一点就觉得不好看啊，它自然生的，就好像画家把它画出来一样啊，少它就欠缺了，就不美了啊，多画了一个要多余的，可以拿掉啊，这个树叶花果长在那个地方，让你看到
不增不减，不能再多一个，也不能少一个，少个有缺陷，多个是累赘，这恰到好处。啊，这真正的美呀！啊，恰在其位。容色凡莫之心色啊，光耀呢是光明照耀啊，这个树木花草很茂盛啊，形好色也好，要繁茂啊，繁荣啊。光明照耀，树放光啊，花果都放光。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极乐世界没有日月，不需要日月的光明啊，每个人身放光。永远有光明啊！我们今天画画，把佛的头部画个圆光，也有画的把身放光啊，放光啊！极乐世界真有啊，那个光是常光。生到极乐世界就有，不会失去啊！光耀，光明照耀，不可审视，目不暇接，一切是无色缤纷，目光难辨之意，你看不完啊！它太好了，在极乐世界可以慢慢欣赏。下面定善意云：诸宝灵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无漏故，其树也是无漏。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要细心的体会一切法有心相随极乐世界完全是真心所现的啊！一切法都是心得流露的啊！心得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知遇之善，我们的话说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欠缺，世间什么最圆满？心得最圆满。我再换一句话说，还是这句话，真心最圆满。为什么不用真心？用真心全是智慧，特别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当中，
为什么社会这么乱？为什么地球灾灭灾变这么多？一定要晓得，妄心在作怪呀！真心，真心冷落在一边，它在，不是不在，不闻不闻。那为什么到一定的时候，上天要来干涉了？他为什么干涉？就是太过分了。上天怎么干涉？降灾难。灾难的目的是帮助人心觉悟，回归心德，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知道，特别是学佛的人，学佛的人真的，一切时，一切处，对一切人都应该要用真心。我们没有去用，这就错了。应该要用，用真心。不管现在在什么地位，可以说真学佛是佛的弟子，用妄心充其量说是佛的预备弟子，不是真正弟子他还未必能进入正果吧。好像他是旁听生他没有入正果呗。为什么？他用妄心用妄心这一生不能开悟，妄心生烦恼，不能断烦恼，这不能不知道啊。真心能断烦恼，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要从这干，从哪里下手？从不骗人下手。司马光所说的深学，从不妄语下手。司马光的成就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生没有欺骗过任何一个人，没有说一句假话这都是圣贤，我们眼光当中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普通人，他的身心眼角都可以做我们的典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